女团 BLACKPINK Lisa 拿着拉布布大方自拍， Rosé 也拿着小芝麻豆豆炫耀，有 BLACKPINK 加持让拉布布人气强强棍。看看西门町旗舰店平日依旧人潮不减，所以有民众想买都买不到，选择上淘宝网购，一看到联名款心动到不行，立刻下单，没想到却是噩梦开端。我当初会想订这支的原因是因为它是我所有看过拉布布系列里面最可爱的一支，然后那时候订购的时候是人民币6999，等于台币32000多。我是10月1号下订的。陈小姐等了一周多，卖家还是不肯出货，不断推脱，甚至直接不回讯息，真的让人气到不行。消费者好无奈，点开官网还发现价格还偷偷变贵。10月17号又去看他的淘宝卖场，那一只又涨价到8000多人民币了。后面他不回复啊，也没办法一直请他出货啊，因为他就是不鸟我，就是不鸟我。后面我就直接申请退款，然后很好笑是1个小时之内火速就退款了。随着网购兴起，跨国网络消费也屡屡传出争议。卖家反映，那如果跟卖家沟通无效，可以利用网购平台本身的申诉途径啊，要求平台介入处理。那也可以利用跨国争议处理网 econsumer.com 来进行上网的申诉。民众跟上风潮买盲盒体验乐趣，还是要多加留意网络上的东西可能都有诈。经纪人邱彦宁、蔡安庆采访报道。